7-0，我都估唔到個分數。賽前諗住呢日半斤八兩啊。好，十號俾翻呢個做個三分炒粉啊，九號。35-38。哇，兩分做咩？我撳住咗，我馬上。啊，九啊！九兩分，好。好少對抗啲阿馬哥，硬淨啲啊，聽唔到啊。九號炒，十號籃板，十號兩分嘅。十號籃板。好，跟馬馬哥而家喺後邊咧，就把位。你坐邊啊？你咪。係啊，佢坐咗邊啊？咁而家點算啊？好，轉翻改翻啦，21-9。啊喂，兩排啊！邊個啊？佢坐咗邊啊？11犯規，嗰邊11犯規，係嗰邊11犯規，呢邊11啦。中頭邊？一單板抽落去啦。好来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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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-6喎，追翻啊，連攞六分喎嚇。頭先7-0，而家變咗6-0喎，係咪好似啫？好，而家喺直播室有個 Candy 一齊講波喎。加九，要對抗多啲啊，打波。下一場是最多嘥機的一場比賽喎，點解我留意下？係啊，下一場，我話最熱鬧的一場啊，下一場。
第一場都未完，咁快講下一場。係預告下先，大家費仔心情。第一場嘅第一節都未完。係，快啲你冇。快得滯喎。快滯啊！三秒。五秒。哇！靚啊，探步呢個。8-9啊，系分数啱啊，差咗分数。哇，连打到几分钟我都觉得喘气啊，即系睇唔系睇波睇波喘气啊，太快啊节奏。好，同水军炒粉，有唔够力啊，两球都唔够啊，即系翻个电话啊，肥军。佢好快啊，我见到嗰个三号球。系啊，好暂停呢边暂停，炒粉啊三号，篮板教授。冇打面嘅，十二球，暫停，暫停，三零啊，暫停嘅時間，係啦，好快啦，即係兩蚊入就即 take， 兩蚊入就 turn in， 三蚊入就三，三蚊入就三加一 take。邊個如果邊個傳俾邊個右隻腳助攻，咁佢87傳俾邊個入到右隻腳？如果邊個拋個波入邊就拋波，邊個射波俾人拍走咗叫封波。出大啊嘛！類似。好，出大嘅。繼續守住佢。8秒進攻。進攻時間8秒。5秒。好快啊！而家即係三號反擊啊！其實邊個年齡都係大概係21、22歲啊。都係最有活力、最有戰鬥力嘅球員。呢位87號叫阿培啊，好中意飲酒，然之後打波啊，飲完酒打籃球，即係同佢打波嘅時候，佢就會全身酒氣係啊，但係打完一場之後啲汗飆曬，咁就醒啦，係啊，咁係友誼賽啫，唔係比賽啊，正式比賽佢唔會咁做嘅，係啊，咁呢個而家四波叫糖水軍啊，係啊。佢好中意食糖水，然先去打波啊！所以嗰人肥咗，半年就漲咗一個碼啦。所以陣間如果你行過嚟，你問下糖水君，佢就會認你啊！你陣間行過嚟，所以呢隊波其實都過得有綽號啊！好，呢次就三分啊，冷戰三分啊，爭少少啊，9號啊，炒粉。好啦，呢個醉酒陪啊，自己嚟啊！喂！有位呢個哦呢個兩分鐘兩分鐘，阿龍啊，甩翻俾阿黃水軍啊，可以入啊，50啊俾阿21啊，50比21。同水軍都5中1喎嚇，即係20% 嘅命中率啫。喂，飛起咗兩個啊！12號好勁啊，炒板，87籃板。12號都係打內線㗎嚇。好，呢、這個姿勢最靚啊，呢個啊，全隊啊，即係華麗啊！12號啊，只係講姿勢咯，華麗啫，入唔入唔緊要嘅喎。12號犯規，八
三號想得夠先。一分鐘。三號啊，送咗佢頭先。我換人添啊，換啊。阿龍。換阿龍添啊。我換嚟唔係換呢個啊，馬哥 Marco。三號入啊！就咁三號罰球入就咁啦。一球加添啊！一球加添，如果唔入就一。假如。廿秒，十九、十八、十七、十六。十九、八。射中。有啊。系啊。Woody 啊，三十一号入球两分啊。三十一号。第一次比分暫時是14-16。